重要的是这个聊天变成这样了吗？为什么没有人怀疑周可可呢？啊，对啊，他太干净了。我是坏人，我是干坏事，我是坏人。假死的方式脱身，在我们的故事当中，谁会用假死的方式脱身呢？比如说真真啊，哦，真真佳佳都没有死，假死，假死，他是个惯犯。不是啊，但真真不是我们六个里的呀。不是我们六个里，但他跟你最近。你们俩都会教过这个招吗？不是，我他说的是我们六个里有人假死。对，是。所以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我们每个人上一次是吧？啥、嗯？哎，这个玩的不太好呀。哥，你知道你平时如果真的不是你是，哎，确实就是我。解释一下吧。我不需要交代，就我自己的事儿，我为啥跟你交代？我觉得你有问题。我觉得你有问题。我是有问题。但你今天是死活不承认。确实就是我。我觉得我们四个，我可以彼此信任一下。你凭啥就可以彼此信任？因为都有实证。最多干的事儿，干的事儿比较严重，缺德的，挺缺德，跟罗老师这个关系没有那么近。现在我们当中的好人，其实是在这件事情当中的坏人。对啊。现在。我跳井，我就是那个大坏人，因为是我去他们家给他妈吓死了，所以说你确定你把他妈吓死了吗？吓死了，我刚才瞒着你们没完全说，因为我知道我确实吓死了他妈。你是谁？怎么到现在才说？咱们坦白局的时候你都没有坦白，到现在再说。因为我本来是这个故事当中的坏人，所以我不想说这件事儿。但现在只有证明我做过坏事儿，我才是我们的好人。你怎么证明你吓死了他妈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说啊，我是坏人，我做坏事儿。你怎么证明你做过这个事情？有谁可以帮你作证？谁的证据是可以造假的？哦，对。比如说白，比如说啊哥，你说你拿摩托车撞了个人，你怎么证明你拿摩托车撞了个人？你不是被撞了吗？我当时可没有看清撞我的是谁。重要的是这个聊天变成这样了吗？他害死的这个奶奶，除了他的自己的口供以外，还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那个奶奶就当场就死了？你是谁？他是单独一个，咱们两个是有联系的呀。但是我没有看清你，你也没有看清我，对不对？但是我手里拿的是玉佩啊，我有我的转账记录证明啊。那如果那个玉佩是我当天第一次撞到的那个人他又拿走的，又是你的呢？对不对？来，这样我们再看看咱们你们之间还也再有没有什么联系，就是我们有没有我们之间能不能相互佐证，就这个。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很多东西都没办法佐证，因为证据全都是自己拿出来的和在自己家里被别人翻到的。不是，一定是有迹可循，比如说我有人证。谁谁？小凯，小凯，我们仨一块打的劫，虽然想闹死了，但这个哥还活着。咱们不是说好那个抢劫吗？对，他这个事儿一定是做过来。你是干啥的？我是 PS 嘛，他给人 P 图，给人 P 图去了吗？
但是 P 图你是把图卖给了我家里电脑有 PSP 的吗？对，但你 P 完卖给别人小八妹嘛。咱们搜到你和八妹的那个聊天记录了吗？搜到了吗？谁搜老谁搜老刘？我。你搜老刘？没有聊天记录，你只有一张 PS 的图。这张在推力还搭道上，照片是你是你找的还是你拍的？这张小树林这个照片是我 P 的。我是带风向的那个人，我说我就确实看见那个小静进他房间了，其实我没看见。对，所以说不是你，你就说你在网上骂他的这个动机是什么？你就觉得他不像好人？我就觉得他不是好人，然后我觉得大概这个女孩会去他家，然后这个女孩死了，那就是他的本体。那有那我这么听，我觉得送票了还挺像嫉妒的。说实话。为什么没有人怀疑周可可呢？啊，对啊，他太干净了。来，周可可的给你。太寒酸了，可可屋里啥？我的屋里永远是东西最少的。周可可拍那个视频，他只是给了八妹。就是你说了，你拍了那个照片，你去那个楼。这当然是我拍，这我偷拍的。你要证明你这个事儿的话，你就让八妹给你证明。但我做不到，她都死了。你们有没有，你给她东西，你传给她？转账记，聊天记录呀，你们翻到我那证据。那怎么能证明那个人是你呢？啊？我说的道理明白。哎，今儿这挺有意思，大家都在证明你干过坏事。我是坏人，我是坏人呀，我是坏人。我跳井，我就是那个大坏人。我有人证，我们仨一块打的劫。这当然是我拍，这我偷拍的。我是主，真是坏，我是坏人呀，我是坏人，我是坏人，我是干坏事，我是主，真是坏，我是坏人呀，我是坏人。我们再搜一搜。我刚刚分别联系了右键你的那六个人，我已经知道复仇者是谁了。但好像打草惊蛇了，这个右键你的成员一定会说谎，帮他掩盖。等一下，咱什么意思？右键你的成员？他是联系了我们的六个家人。家人。咱拿个笔本吧，好吗？要我们现在该拿笔吗？哎，我包呢？这包都在外面，都到了。哎，我这有，不要出去。哎，我这有，不要出去，不要出去。吓死！哎，不要想出去这个门，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包都没拿？还是你拿的包？哎，因为我把我手机装进去，行不？哥，我哥可以吗？哥，我给你揣兜里，我有兜。这个兜，这个理由合理吗？你说。飞是多少？10:30，然后2:55。放下，把他笔给我放下，把他笔给我放下。他刚才在摁笔，没完没了，你有病吧？告诉你赶紧撤离，告诉你还撤离，到这会儿就不用撤离了吧？我告诉你，这儿还有人，我自己人还在这儿呢。你别闹了，你要是就是，我真不是啊。飞是多少？10:30，然后2:55。来，10:33，2:39。10:36，2:34。这是李爷是吧？10:40，李大爷。浅尝一口锅巴，美美星球。10:46，2:44。这能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说明他跟我们所有人的家人都联系过。我觉得再找一找还有啥吧。啊，就有个手机。哦吼，哦，捡起来。报姐的啊，报姐的。我们看看来报姐的内容有啥？鹅，
害死罗老师的七个罪人中有一个罪人一直没找到，我最近查到原来他在女字旁，就是那他在2021年就因为花粉过敏死了，真是恶人自有天报。他2019年的事情已经做到证据了，有机会给你。好奇怪，那几个害死罗老师的罪人竟然跟你同一天搬进了11号公寓，这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妈呀！大家好，你的狗啊，是，来了吧？肯定有问题，不过没关系，我会用好朋友的身份接近他们，搞清这一切，也趁机找个机会向他们复仇。彭中介找到了我们幸福之家，还翻了我们的密码本。他一定知道什么，但是我们的复仇还没有完成，不能被他影响。我会处理好密码本，我也毁掉了。你逃出来之后尽量跟我联系。所以彭中介真正的死因是因为就是孤儿院的其中一个人潜到我们里面要搞死我们所有人，然后这个腾得知这件事情之后，为了不让腾把这件事情爆出来，腾得先死。他故意让他昏迷了之后呢，然后被曹阳光杀死了，借刀杀人。